Super Junior 近期推出特别迷你专辑，也模仿 SM 3.0 时代推出了 Super Junior 3.0。从官方频道释出的影片中可以看见，利特、一生、神通、银河、东海、力旭、龟贤聚在一起进行投票，其中一题是选出 Super Junior 3.0 的队长。对此，神童表示队长真的该换了。接着，一生推荐忙内龟贤，立刻被神童反驳，龟贤是其他公司的人。龟贤坦言自己也觉得很麻烦，没想到神童一听，马上决定要选龟贤，其他成员也纷纷跟进，最终由龟贤当选新任队长。当他崩溃表示拜托别烦我，不过他演绎队长的状况时就开始投诉利特，每次在唱完几首歌之后，总在亮灯前就和粉丝们打招呼，认为大家应该要先感受一下气氛，接着当场下跪演示了自己享受气氛的模样，遭到全员吐槽这根本是个人动作，不是团体动作，让龟贤一秒爆炸直呼我是队长，叫你们做了什么就做，直接笑翻众人啊。